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小小导览员黄伟帝，欢迎来到介寿十二景的太阳与铺满在校园里有一个很特别的黄色球形水塔，漆着非常漂亮的泰雅图腾，我们称它为泰雅与铺满。与铺满就是将雨水收集到水塔里回收再利用与存钱的铺满意思一样，因为是收集雨水的容器，所以我们称它为雨铺满。我们利用雨铺满收集到的雨水作为浇花、拖地、清洗等用途，不但节省水费，又可以充分利用雨水，是环保节能的好方法。希望大家平时可以把洗手、洗米使用过后的水回收利用，再来冲洗马桶、拖地和浇花，也是节约用水的好方法哦。我的导览到此结束，谢谢各位嘉宾莅临指导。